偌久啊？我出世就伫遮。啊，阿计嘛有人来接你这個？啊，我老师转接啦，我老师转接啦。我即阵哩就那普通时吼，生理较有，啊做较袂起，伊若转来就倒做。啊，以前计装哦，迄面皮拢啊泡偌济。咱查甫迄边就是一领安床的，吼、嗯，迄、哦、一领过一副枕头。啊，那查某这边呢，爱一副。一副是顶下配，啊，那就两领枕。哦，两领是一个人加一领，还是两个较一个较高，一个较薄？较早伊的意思就讲，较早拢迄落蚊床无碰床啊，啊，一领做下配厝啊。哦，啊，你爱较软啊？对，爱较软啊。是是。哦，啊，较早都拢迄个房啊的啊。对。哦，所以确定拢入来都会得看着。好啊，就是啊，哦，要入来参观会使啦。好。好来，安自家来。好，这功夫咱无办法啦。这个我做。做批较早是做参观哦。功夫袂使学白。唔是，每一个人咧做拢有秘密。我这功夫到底啊哈？做面批甲画图差不多。哎，拢有一种哎，一种艺，有这艺术个。厚度跟那个层次感都出来了，那种感觉都非常好，那睡起来一定非常舒服哦。对，是。对，它刚第一床比较低嘛，哎，它就包下来，所以是厚度感觉非常好。嗯。第几层啊？第九层啊？第九。第九。啊，我已经第九，我唔知道。哇，好厉害。对呀、啊，多谢多谢，哦，你安无闲坐，有闲要佚佗来，好，啊，时间啊较有诶，我遐会当泡茶，好，无条无条。